19日晚间，某知名服装品牌站台活动在首尔江南区金坛洞，该品牌门店外举行，歌手宝儿、人气男演员何正宇亮相现场为品牌造势，使得现场星光熠熠。当天，宝儿和何正宇均身着该品牌服装亮相，各种搭配看上去潮范十足。首先登场的宝儿穿着该品牌外套，内搭白色衬衫，搭配性感短裙，酷似靓丽校服，气质出众，魅力十足。宝儿摆出各种 pose 供媒体拍照，不时散发迷人笑容，自带反光板的白皙皮肤引发关注。何正宇出场时更是引起现场一阵尖叫，人气高涨。实力派巨星的登场让现场观众都非常激动。何正宇一身灰色西装出席，挺拔的身形加上一身正装显得英气逼人，